稀土是从18世纪末开始发现的，因为稀有，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。稀土富含稀缺贵重的铀、铊、氐、铕、卢、铱等重稀土元素，综合利用价值大，而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展，从计算机到新能源汽车，从卫星导航到照明，包括国防工业领域，到处都有稀土的身影。稀土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原材料。中国的稀土业污染现状非常严重，在选矿、开采、冶炼过程都存在污染。以包头较大的一个稀土矿为例，这个矿是铁、稀土和泥的共生矿床，矿床主要作为钢铁厂铁矿石生产基地，稀土随铁矿开采，在选矿过程中，废水、废渣、合金渣都可以造成污染。冶炼过程中，高温硫酸焙烧的方法使矿石在高温作用下产生二氧化硫、三氧化硫、氟化氢等物质，这些气体进入水中，水就变成有害废水，需要经过氧化钙中和之后才能排出，而相当一部分氧化钙中和的水并不达标。另外，矿里含有铀和土，焙烧过程中便生成焦硫酸土，按照规定，这些物质必须放到国家的放射性渣库中，企业需要为此付出每吨300元的使用费，但很多企业不愿意花这部分钱，于是就把焦硫酸土到处乱放，这种危害很大。稍好点的企业把焦硫酸土放到尾矿坝，但这同样难以避免污染。再有就是土，内地没有一家企业回收土，过去几年谁回收谁亏损。对于稀土矿的这种回收啊，像国营的这些稀土矿资源的话，它的回收率可能是60%左右。嗯，然后个体这稀土矿的这种回收率呢，还不到40%。大量的这种尾矿，这种稀土这种尾矿的话，真是堆积如山。接下来请观赏《武警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》。